不如大家一齊升個 hello 啦，好唔好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吳大強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志豪，本地豪。Hello， 我係林平小龍女李佳。啊，其實我真係好戥你哋開好，四位你哋好啊，燕尾蝶組啊。之前我知道你哋咁多個又出咗去 busking 啦，嚟緊又去到呢個舞台。我成日都話呢個舞台，我成日想保留住個神秘感，唔想講開個場地，係啦，即係去到九龍灣嗰邊嗰啲場地嗰度開 show 啦，都感覺如何先？不如等阿品寶講下啦。好興奮啊！希望到時咧可以咧再唱我哋咧隻歌啦。但如果我哋再唱咧，我覺得我會重新咧演繹嘅，因為我而家都瘦咗好多噶嘛。咁我覺得咧，四位男士要即係抬我出嚟咁咯，今次係啊。你嗰首係演你演嘅喎，唔緊要，我拉你出嚟。但係大會到時預備啲擔架床嗰啲 OK。喂，你有冇諗啊？通常啲 artist 咧，歌手咧開 show 要再修身減肥噶嘛？你會唔會再即係 push 下自己咧？頭先啲問題多啲。我覺得佢瘦得十磅嘅 OK。係，呢個係你嘅目標係咪？開 show 目標。好，依個係你哋。嗱，你話噶，曹韻寶話要減多十磅，支持佢啦，俾啲掌聲。咁到時咧，幾位男士真係會抬你出嚟，我相信。係咪？我減多十磅，你哋一定抬我出嚟支持。好，我哋等一抬翻你翻嚟都得。我可以咁快抬，小心啲。我先文章有講下，但係今次真係嚟緊開 show， 之前可能做組合嘅時候啦，自己 A day 嘅時候，亦都係有啲好多表演啊、公開場合，能夠可以喺個大型舞台再唱翻嗰個感受，係咪都好深感受？其實係㗎，好耐未試過 solo 咁喺咁多人面前唱啦。係，同埋今次係26強一齊，唔係比賽咧。那個心情又更加之唔同，好似我哋嗰次拍 MV 咁樣一樣咧，係好好玩嘅。係，你自己有冇啲諗法㗎？即係品寶就話希望三位男士抬你出嚟啦。咁你自己會唔會有啲即係明抬你出嚟？即係有冇啲音樂上面嘅諗法？即係可以做啲乜嘢，或者點樣 crossover 下咧？其實會嚟緊會唱翻我哋唱過嘅歌嘅時節咧，我想係有啲唔同啊，可能會有rearrange 過，會更加特別咯。就要靠老師幫幫手嚟宣傳，同埋即係咪都想上訴啊？即係有時候可能比賽嘅時候咧，夾雜住一啲緊張咧，可能有少少未必係最自己即係合心意嘅 performance 嚟㗎嘛。即係嚟緊啦，可以慢慢 enjoy 嘅時候，你想點樣？即係可能唱邊首歌都唔想上訴翻咁樣咧。我好多謝你帶出咗我一路以嚟嗰個困擾，即係每一次其實都好緊張到。即係呢個階段我都好緊張，所以今次有演唱會嘅機會係完全冇比賽，乜嘢都唔使嚟做，因為同一班朋友一齊去玩咁樣嘅感覺，一齊踩台玩，咁係即係其實大家熟咗之後咧，都覺得大家都係好埋嘅，即係大家好。係啦，頭先咧都講過嘛 ，Mary 話即係個填入劑有啲問題係嘛，係啦，即係如果想揾佢算賬咧，而家。你哋可以搞搞佢啦！大家俾多次大力嘅掌聲，咁多位參賽者。係啦，嗱，頭先講咗咁耐，我哋一路以嚟都未正式公布，我哋究竟嚟緊咧呢個中年好聲音夢想成真演唱會，究竟幾時做啊？喺邊度做啊？賣飛點樣？不如等我一次過公布俾大家聽啦，好唔好？由 TVB Music Group Limited 主辦，馬伯良、安公牛、黃婉晴傑《中年好聲音夢想成真》演唱會將會在5月13日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回聲，即係 Star Hall 舉行嘅。咁買飛嘅情況點樣呢？3月24日早上10點，大家可以去到嘅網站 Hong Kong Ticketing 開始有得買飛，票價分780、580同埋380，大家準時撲飛。喂喂喂喂，又讲 TVB， 有冇其他嘢讲噶？有，嚟我另一个 channel 啊，是这样的飞天爷爷，连结就喺今集节目结尾嘅画面左下角就见到噶啦，记得订阅。
Hello， 我是飞天爷爷，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，喜欢画画、听歌、看电视、看戏、煲剧，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光族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，不妨订阅我 channel， 然后按这个铃铛，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的了。最好帮我 share 出来介绍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